一直说来看看，是没抽出时间。客户部门和我说，你们在前平行作业配合非常默契，在不改变审贷分离权限制约的前提下，我希望大家尽可能的去拿第一手资料。一方面是减少前后抬窗化成本，提高办贷质效；另一方面是真正了解小微需求，把普惠落到实处。我会传达下去的。 我对你一直很抱歉，前2个季度贷款规模环比增长非常明显，离不开甘处的英明领导和大家的齐心协力啊。对，应该的。唐阳回来还习惯吗？啊，周行长，我还在熟悉当中。嗯，行里对高学历管培的发展情况非常重视，有什么想法可以随时跟甘处沟通，甘处不在。 上来找我也行，会商是你们的沃土，也是发挥才能的舞台。谢谢周行长。真金需要火炼啊！确定唐阳要来的时候，代管和风控的领导都想要人，我说不行，一定得去信审。只有甘处才能抛开光环看本质。不过唐阳毕竟刚接触信审，他做错事，甘处该批评批评。 是是是，周行，我建议大家一起合个影吧，好吧？哎，女士优先。啊不不不，原则问题，您站着。您忙吧，不用送了。好，那我们就不送了。欢迎周行多来指导工作。慢走，慢走。办公室收拾的怎么样啊？不知道唐副满不满意？很满意，甘处上能抓大，下能握小，信审处能得到周行的肯定，肯定离不开甘处的英明领导。哎，我只是会做点实事，问那些有的没的。唐副才是高手吧？哦，哎。 月姐，那我们这边就没有什么问题了。时间也差不多了，那咱们一会儿就收拾。我问他们去。江总，你秀英呢？哟，这还真是，秀英去哪儿？哎，不是你这上车的时候还有呢。这一条路上可麻烦了，我找找吧，找找。 陈总，嗯，要不要试试这个，看能不能替代一下？啊，这也能行吗？试试吧。怎么样？可以吗？刚好啊。这次的联合直播是盛小姐的直播首秀，也更加坚定了我们长期合作的一个意愿。 那么，感谢盛小姐对于一休的信任和支持，期待未来能和一休一起优选美食，共享体验，打造属于每一个人的美食休闲之库。盛小姐，首先非常感谢蒋总，感谢一休给我这次机会。那其实这些年，我也一直在尝试人生更多的可能性，半路作业也没事。 那
现在担任一休的美食优选官也是，所以将来我会用我塑造角色的热忱和真挚来回报大家，让我们共同优选美食，开启美好未来。合作愉快，邱小姐。合作愉快。没事吧？没事，谢谢啊。啊。你看蒋总的血肉丁和圣妮娜项链是不是同款？你别说，还真是。这是官宣还是默默撒狗粮啊？温柔霸总和当红女明星强强顶配，太带感了。只有我在磕蒋总的颜值吗？帅得太不稳重了。血书记，血。拿来呀，真是幼稚。血书进娱乐圈，蒋总的秀丁和圣妮娜的项链绝对是情侣款。阿夫人这张，她眼睛里有满天的星光，我磕死了。不用说了，不用说了，好不好？帅的不太稳重，我可以承认，但真的毫无死角。那天现场的人很多，正式场合怎么能没有秀丁呢？但我一下就找不着了。冯蔚然穿的又是带扣子的衬衫。圣妮娜的耳钉刚刚好就合适，后来吧，她走路的时候踩到桌布，差点摔了一跤，那我总得扶吧，一扶就变成这样。有私交也没有关系啊，适龄单身，郎才女貌，天赐良缘，反正伊阿也在催。用钟老师的话说呢，相亲并不是逼着你去结婚生子，而是催着你去谈恋爱，刺激你的多巴胺分泌，让你发现这个世界的真善美，然后两个人相互温暖，共同进步。朱老师说话说得真好，但是你确定希望我脱单吗？嗯，对啊，本来是我们两个一起承担钟女士跟易女士的压力，你要是迅速脱单了的话，那火力就集中到我这儿来了。不行，我不接受。差点以为你脑子转不过来呢。你都不知道我没回来之前一天三个电话，我回来之后一周十个通告。我说妈妈我累，他就会说没事啊，妈妈爱你，妈妈支持你的所有决定，但是吧，一个人独行太难，人的形状也是两个相互扶持相互依偎，说的我是哑口无言。但其实周老师不用担心，不管任何时候都有我。有你有什么用？看白戏啊？谁说的呀，我还会加油鼓掌，多好的兄弟啊，真是好兄弟，真棒。好是好，但是我也不能这么自私，不能因为我自己的事情耽误了你的大好前程。你要是哪天你找了，不管快或者慢，你跟我说一声。再说吧，心情好的时候就谈一个，心情不好的话就，要不你说两句好话我听听。好不好听？这个好不好听？哎呀，杨哥错了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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这个很好听吧？太好听了！哎呀，放放放放，杨哥太疼了！哎呀，救得我啊！我的天哪，你这个表演太用力了，我救的都没有你表演用力好吗？那可不嘛，表演跟你学的。我是你的表演老师。那你有尊重你的表演老师吗？你给钱了吗？我不给朋友了，我给这个。尝尝吧。尝尝吗？嗯。哇。这个火锅的味道刚刚好。尝尝这牛肉。这个呀，是我们现在商城的爆单王，卖的可好了。这个味道让我想到老城的巷子火锅。唉。可惜了，钱说都没了。谁说没了？他只是搬到对面的巷子而已。啊，还在啊？对啊，你要回头想吃到老城，跟我说一声，我带你去。去去去去去。
你都不知道，每当秋风起，我对巷子火锅的思念就会登峰造极。我自己一个人在蓝城的时候，我醒着也念，睡着了也念，可以说是魂牵梦萦。女孩子家家的，天天就念叨着吃吃吃。女孩子家家，好厉害的名字，有五个字。别光顾着吃啊，一会儿吃完之后，帮把这试试卡填一下。我现在就可以拿。要不再尝尝这个菇？你知道这菇叫什么吗？叫什么？叫蓝瘦香菇。我要打差评，太冷了这个菇。哎，我看有个热门博主说我和蒋诗妍的星盘很合。你每次闹绯闻，他都说你马上会结婚。什么东西？哎，你入行这么多年了，你不会现在开始信这些吧？怎么可能？我就随便刷到了。你这次这个耳钉的事件热度是有了，但未必是好事儿。你八个月没有进组了，粉丝们情绪很大的，说你整天不想好好工作，光想谈恋爱了。我没有。我现在正在给你看几个本子。那天给你的电影剧本你看了吗？看了。怎么样？不怎么样。主要是他的故事情节很假，你说我都不相信，我怎么也能让观众相信啊？而且这个角色很不讨喜，没有观众缘的。观众缘的前提得有观众。我知道了。那你自己再好好想想吧。我走了。行。你注意安全啊，路上。观众缘的前提得有观众。这个游戏周年纪念活动女嘉宾请的是圣依娜，哎，好美啊！最近资源很好的，和咱们一休签优选官后，还上了好几个热搜呢。郑总，你看没看圣依娜插画里的生活，绝美！上周布置的活都干完了。